脑还自备舞裙，差一点就把星光帮给 PK 掉。不过接下来这位大咖的可是很难赢得过他。宗伟是哭腔又出现了，搬出了经典名曲，让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尾牙秀变成演唱会，不管是台上唱的还是台下听的都尽兴而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